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工程的，我是专工来监督你。这个工程已经有人在去做，所以你唔免阁做白工啊啦。太笑！你叫我放弃就放弃哦。我讲，这张表单，你肯定都表错，我会等你一百张，你一千张啊。吼、哦，迄台看你有材料转去，吼、哦。快快快！快走！快！一边烟火秋天也冷暖，哎呦，有志加油啊！来啦，水啊！哎哎，阿哥老来卡，哎，你惊哦？继续啊，继续啊！好，卖搁电话啦。哎，阿你要紧未啦？啊？无要紧啦，小可代志啊。是讲表单叫人抢呀？你是来抢表单呀？是啊，而且拄仔有一个哦，敢是因老大，讲便宜迄个工程伊去用包起来，叫咱莫插手。刘志，你看，这个代志拢呛命啊，免来办啦。伊插命，伊呛伊的，咱家咱的计划行，后壁再交我来处理着。道理，这个工程咱一定要提高手。等下过去啊！等下过去啊！快点过来，快点！快点过，快点过，不然不叫你了。我打拼这么久，总算让我坐到主治医师这个位置啊！你有满意无？若受欠啥，做你讲，免客气哦。已经真好啊，多谢经理的关心。是讲，这个空气内闷闷的哈。闷闷。是不是空调无开啊？是的。不要紧啊，你物件落去啊。多谢。你这支钢笔用真久啊吼。是啊，这是我细汉时啊，考上国中自由班收到的礼物。你今早前辛苦比，这对你来讲一定有一特别意义吼。是啊。想袂到
你唔那轻巧，佮真重情哦。真可惜，就是看无用无干。忙到这不要紧，我通偷偷甲你干。好啦，我等你闹啊。来，英安，我办生日 party， 你也来吼。英安吗？你有代志啊？无啦，既然是今日你的生日，我就一定会到。真好，就安尼讲定哦。啊，不过先讲好，礼物就免啦。好啦，晚上见。晚上见。临时要甲同事食饭，咱的庆功宴可能要延一下啊。不要紧啦，我拄只嘛接了一个彩妆的 case， 啊，爱看我的，再你过来。这拄好。阿爸你好，咱就甲晚餐改做宵夜，啊，赶快去一间餐厅，来吧。嘛好啦。无，恁若有代志，就随时联络，知无？嗯，拜。总，我叫水。嗯，还是你人水，啊，搁遮尔有气质，总当然好话啊。多谢你了，了。陈小姐，啊，今日是你的生日 party， 你会收到999朵玫瑰花吼。我无男朋友。那有可能啊？啊，对，真是无啊。小姐。嗯。我知。一定是哦，你生得伤水啊，啊无人敢撩你。那真正是安尼，我希望因阿有人能较勇敢的。白马王子去公主的生日 party 顶头拄到，因阿妈一定是一个真浪漫的暗暝。嗯，我嘛希望会当美梦成真。小叶小姐，我今麦该出去招呼人客啊，我当麻烦你等我一下无？因为我小等下该等来补一下妆，你才离开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小等有代志哦？无，无你先去报应啊，我等下等你。麻烦你啊，拜。
谢咱医学界的先进，上权威的学者以及行政长官，半家光临来参加今仔日小女纯纯的生日宴会。何谦以十二万分感谢的心意，向大家表示十二万分热烈的欢迎。哎，敬大家啊，干杯！生日快乐！大家别客气啊，请啊！一边多谢，恭喜，谢谢，欢迎，欢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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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日快乐，谢谢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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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生日快乐！你今日真水呢。谢谢你。今仔日来，拢是咱医学界上权威、上有名医生甲学者，平常时拢真罕哩看到因的。你今仔日啦，拢出席你的生日宴会，真正不简单呢。拢是阮爸特别邀请的啦。纯粹还甲因讲，咱爸爷提升大楼啊！哦，啊，对啊，我介绍你王爸是谁姐。好，今年一号大楼有政治摄影，王教授，赶紧记到这里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你别想别去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爸，王伯伯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纯纯，生日快乐！多谢你，爸，我替你介绍姐。这是咱本爷主治医师许来发许医师，院长，你好。啊，纯纯啊，爸甲王教授讲一下话，你去招呼你朋友啊。好啊。哎，还是可以啊。无用过来下，要不？纯纯，生日快乐！哇，你今仔有够水呢。就水啊！啊，多谢啊！啊，我甲你介绍我的男朋友。哇，来 ，OK。许医师，到我接了。对呀，对呀。哈哈哈哈哈！记得哦，是啊，是啊，你来，快递哦，哈哈哈哈！你买来，就就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。叶小姐，哎，陈小姐。拍摄，麻烦你给我报一下钟诶。好，多谢。来，另外一个。总北医前诶医疗器材用了呐。诶，你做器材确实未歹呢。未歹吼。顺讲，谢主任，介绍。你嘛来啦。介绍是蛮方便多啊。你的皮肤真好，拢无出油呢，真是啊！啊，对啦，你的白马王子出来嘞？无啦。阿姆哥，我邀请我的朋友，邀请你的朋友哦。哦，安尼迄个就是你的意中人哈？唔是啦，就是一个真有话讲的朋友啊。真有话讲的朋友，嗯，他还没跟你表白哦。啊，这个查甫囡仔实在是有够插头。因为我甲伊只是普通朋友啊。叶小姐，你等我来接。嗯。今天你哦，辛苦你啦。这是你今天的钢琴。如意是纯纯的化妆师。刘霞。伊以后就是来赚这三千块的。
多谢你的。嗯，是我应该跟你说多谢才对啊。谢。安尼，我来收物件。好，多谢。我这卖去乞讨如意见面是要创啥？一个是无人要插的小医生，一个是替人化妆的化妆师，伫遮见面，只是叫人看轻。陈小姐，安尼我来送哦。那是有需要，我再看好你。多谢，多谢。拜拜，拜拜。你给我这休息室遐尼久，是不是有啥物代志？哦，多谢你的关心嘛，我来补一下妆尔。啊，对啊，我替你介绍贵的教授，你是谁哈？啊，好啊。休息了。哦，那麻烦你帮我买单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是讲好啊，啊不管等偌久，新来啊，拢爱跟馒头的。是啊，咱都有讲好啊，不管是一暝、一天，还是三年、五年，甚至是海水会大、石头会大，咱拢爱等。这等待的滋味，确实真艰苦啊！我自细汉认真读册，等要读医学院，我医学院毕业，等要做医生，等要成主治医师，我即马拢已经达成啊！想知影？人连看都拢无爱看我一个。爸，你到底想怎？你不是讲你甲同事去聚餐？是啊，我想讲，
我是新科的主治医师，今麦应该是阮爸上重视的。要唔过，今仔日来，拢是医学界上权威的医生。我连想要甲因讲一下话，甲因握一下手，我都要看因的面色。我第一站伫咧壁角，站几暝，我这等待的滋味。海发，你应该做主治医师已经真了不起了呢。而且，我嘛无爱你做啥物上权威的大医生。你若会当哦，开一间小小的诊所。你做医生，我做整形人，安尼我就真满足啊。我跟你等你做伙哦，咱来吃好料，庆祝一下。搁有啥物好庆祝的啦？餐厅拢已经休困啊。咱已经坐下车，啊若无，我用个买汤去煮，啊煮个菜炒给你吃。不管怎样，咱今日都一定好好庆祝一下，庆祝你这个主治医师。如意，我跟你讲，我今日去做彩妆师，我赚哦3000块哎，所以今日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你这个主治医师，哈，呀。妹。在家。给他3000块来替我庆祝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医生，不代替你为我安尼做啦。老爸，在我心内，你永远哦，拢是上了不起的 No.1 的大医生啊。我一定要做一个上好医生。我要在上大的病院，有一间上大间的办公室，我要带你出一个外，甲其他医生啊，遐个神仙流同款。我要让所有的人拢想要甲我握手，我要让所有的人。都知影我的名，迄个时阵，我会找上大间的饭店，上高级的餐厅，来做位庆祝。我要甲全世界的人讲，我就是大医师许来发，我就是大医师许来发，我是许来发大医师。我相信。你一定做会到，许来发大医师，大医师许来发，大医师许来发。本来讲要请你吃料理好庆祝一下，结果煞颠倒，让你等几暝啊！那有要紧？啊，你刚才去吃就好啊。啊，若无，就参照你讲的，
等你做个大医生哦，咱再个去选一间上大间的餐厅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如意，多谢你啊。我再去告你一下。好啊。今仔日是去替什么人化妆啊？哦，迄是一个拄仔识识的人客啦。啊，今日哦是生日 party 哦。迄个陈小姐哦，生甲足水的，而且气质阁真好。啊，不过足奇怪，像像伊安尼哦，条件遮尼好的查某囡仔，竟然讲无男朋友。条件好的人，目睭哦，就生伫头壳顶啊。当然交无男朋友啊，如意，你是唔通问伤济啊，莫去得失着人客嘞，好。你讲的嘛对，爱较注意吼。嗯。啊。这个。这上大。嗯，那嘛赶快，那是我的爱心水果。哈哈。时间已经晚。等下你吃完水果，我就回去了。嗯，这嘛是你的厝啊，嗯。那嘛是等结婚以后，这是我的厝啊。然后呢，你唔得真紧，得爱搬过来。啊？啊？啊？吃水果啊，恁吃啦。嗯。啊？趁好你吃，哎，拢好啊！快讲，快讲，你好。爸。喏，小陈，还没休困。嗯，你过来看下工程的资料。你已经把我的生日宴会哦，当作咱本要去新大楼的记者招待会。那有啊？那会无？我要介绍咱本的主治医师给你认识，你拢无要查的。那有啊？你哪有要介绍什么主治医师要甲我认识？吼，你看啦，大新起来迄个许来发许医师啊。哦。迄阵爸爸拄啊甲王教授咧讲话，伊来甲我叫嚣，迄都是伊的唔对啊，哪会当讲我无爱插伊咧？那呢，是我唔对哦，因为是我带伊过，甲伊拍招呼的。我的宝贝查某囝哪会做唔对咧？哪有啊，拢是别人的唔对，啊？咱病院内底啊，今下甲我对症对后医师真济，伊若是甲你讲啥物好听话，伊嘛是想要借你的嘴讲给我听的哦。你听听咧，顺都耍卖插伊啊。爸，我伫管理部遐尼济年，即个道理我敢会唔知？我是咧想讲，咱病院嘛是需要好的医生，安尼才刚得到患者的信任啊，对不？啊！你的意思，迄个许来发是一个好医师？是啊。这个我知啦，伊的资料是我信的啊。啊，伊先起来做助理医师，伊那嘛是我等的。但不过纯纯你也知影，一个好医师嘛是爱有好的病医，伊才有发挥的所在啊。所以爸的意思是，和切医院是一间好病医。敢毋是？当然嘛是，因为这个病院院长是我爸爸。多谢，多谢你对我的信任啊，加娱乐啊。不过春春啊，搁看哪讲啊，你嘛是同事啊，你甲病院内底医生啊，上好是保持同事的礼貌上就好啊啊，免去注重伊的感受，除非。除非安怎？
李辉伊甲你啊，有超过同事的交情。全全啊，你伫管理部这么侪年，应该知影这个道理才对。这边新大楼啊，诶，港电会当顺利对外招标，董事会对你啊，对你表现非常的好乐啊，爸爸希望你当加油啊，弟弟的手来甲大楼起起来。嗯。将来啊，你会当入来董事会，做咱病院的董事长，那呢，爸爸伫个病院内底的工作啊，要推动嘛较顺利。我知我知啦，爸。我嘛希望你会当较轻松的啊，所以即摆已经这么晚，莫阁看资料啊，收起来收起来，谈阁无用啊。即摆这时间哦，应该是来悠闲的喝杯茶，你讲对无？来，饮茶啊。啊，乖，坐下。就这样哦。笑，不要多红唱去啊！是啊，那不是有钱挂搞，我这嘛是倒伫病院的面床顶跟你讲话。兄弟友，恁病院去新大楼的工程，可能我都手想要出人，这无要别人插手。恁找我出来意思是？意思是请你去探听消息。我来吧，你去找这里。想办法问看卖啊！即摆工程到底有几间公司在竞标？我想要确定，中啊大方迄个人是毋是我所想的？喂，我你讲话你有听到？好了，我只替你探头看卖。再拜托，拜托你啊！就是为着这条烦恼。是啊，本来廖准是普通的工程，想袂到会牵涉到这黑道围标，实在是有够复杂的。那呢，你打算要安怎？不是我唔愿意跟你斗相共啊。我实在是无迄个能力啊！虽然讲我即马是主治医师，用个轮值力，我可是菜鸟啊！我哪有迄个资格去管工程的代志啊？搁再讲，我即马才拄醒起来，病院有真侪人看我目眶赤，我即马来搁去管工程的代志，我毋是拄好老话，互因讲我才讲几次。安尼讲嘛是有道理，啊，不过你不是拢已经答应啊？我是惊当面甲因拒绝，会伤感情，我才答应啊。即马煞电底变捌伫头壳疼。有一真无简单有这个机会，啊，我下伊较早阁遮尔啊照顾咱，那是应该哦。照道理，害这个林静。啊，不过，若是敢若甲因关心，阁无法度甲因道出来，连道是害着家己。我看啊，还是当面来找我夏阿姨，甲话讲话清楚。我相信我夏阿姨。应该会体谅我的苦衷才对，吼。嗯，安尼嘛好，我陪你做伙去。好啊。
哎呦，啊人来就好啊，哪得安尼开钱买只破手啦？这应该啦。对啦，大伙啦，啊你刚甲因讲要带如意去庆祝啊，有无？啊你带去食甚好料的？来芳又带我去一间足浪漫的法国餐厅，啊，阮两个哦食烛光晚餐啊。啊，安尼个对啊啦。来好啦，这医生我知是较无用啦，不过哦，嘛较正好半一寡时间哦，陪如意。啊，佫有哦，恁爸即马家一个人住，你着定定去看伊哦。有啦，我知影。安尼就好啦。啊，今仔来有甚物代志？安怎？是发生甚物代志了？哇，阿姨，来发想要甲你讲，有次去找伊的代志。有次哦，阿姨去找你做啊？郭阿姨，是安尼啦，阮朋友啊，有一个新大楼的工程，想要对我发包啦。啊，有志伊想要甲这个工程并落来做啊，所以伊拜托我去替探听啦。啊，不过我只是一个医生，我无法度替探听着啥，所以。哦，我了解，我了解，了解。好啦，这我也甲伊讲，吼。阿姨是的啦，我无法度甲有志斗相共。啊，你讲话咧，顶多是阮来甲你回事的。啊，幼稚啊吼，啊，代志啊，迄状况无了解又清楚，就去甲你麻烦，造成你的困扰。啊，实在，啊，那安尼吼，以后这款代志，卡一下电话我就好啊，还佫走一撮创啥？我是惊阿姨你的误会，所以才想讲亲身来甲阿姨讲一声，安尼较好啦。哦，没啦，你才搞你数着。哦。阿姨，嗯，有一件代志，想要请阿姨你甲有志讲一下。什么代志？我听讲哦，阮便宜迄个新的工程有乌道在咧插手啦。阿姨，你可劝有志莫去标迄个工程，卡免哦去遮着什么麻烦。啊，好，我来甲伊讲，多谢你。阿姨，恁通咧讲啦，啊无代志，我晚上来走。啊，好好好，莫耽误恁的时间。哎呦。如意，来吧，安妮也来。有志，为着你的代志来啦。来吧，你有探到啥消息哦？啊，搁你问，病院迄个工程哦，卖去标啊啦。啊，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来我来做医生真无用嘞，啊，你找人创啥？有志，是你啦，我毋是。不愿意，我真正是无法度跟你斗相共。小姐，来我啦吼，伊安尼做医生真无用，吼，啊你共制造一挂困扰，人囡仔佫惊我误会，特别走来甲我讲哦，病院这工程哦，即嘛有乌道的手侵入来你做，惊你有危险，叫我着爱考抗你。你看，朋友做干安尼，无底找啊啦，嘛替人想一下。到底，阿姐，想不到这句话，阿你造成遐尼大压力，是的。无啦，是我较歹势啦，我真正我会考奖，无好度跟你斗相共。好啦，恁两个卖了歹势来歹势去，啊，代志解释清楚就好啊。无，阮爸伊个代志啊，阮想来走。行，阿姨再见。阿爸来就好啦，莫搁这买物件来啦，哈。麻烦代志哦，哎呀，小替人想者，唔通靠说讲恁自细汉当个大汉，什么代志去麻烦人？我知啦。阿哥有哦，病院迄个工程哦，莫去插手啊。哦。你真足超过呢，要查代志，无来找阮女人征信社，该走去病院问医生，安怎？你当会甲你收钱啊？是啊，像我这种百姓，免闹遐尼侪，阮娘请你这大陆先生出马，你讲对？
你有志施主，那要替你办代志吼，给用着好啦。莫安尼啦，但我都甲你讲过啊，来发是我自细汉斗阵大汉的朋友，我唔才去找伊。哦，斗阵大汉的朋友哦，啊，不过人即卖无想要插你啊。我甲你讲啦，你即卖若想要找你斗三工吼，就爱找即卖的八字。嗯，我啦，我。无你咧办代志哦，敢若田地水鸡有，啊跳来跳去，万一去用伤伊，掠去抬，我咪加麻烦呢。你真的是吼，这看我无呢。好啦，为了我女人真性上的捆绑哦，我一点替你查出是谁在违标合签医院工程。马姐。世事往往，最后才看会明。